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是。想你时风起，我感觉我这首歌有点唱的不好，我有点害怕呀。倾盆呢？如果离别是为了再……第一句就唱错了，你看，再一次。如果离别是为了再见一面，爱是想念后的抛物线，离开时渐行渐远，和我们总是擦肩。这次再见，如果是最后一面，也是失眠后的分隔线。人开始，我也七月里也会下雪。刚刚我错过的大雨，握不住的盛夏，飘过的云是你吗？一圈又一圈，我多像是路过你的风，忍不住落回你眼中。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，有些远方让风代替我们抵达，没勇气说完的那句话，希望有人听过它。想你时风起，对，现在我在室内直播看我唱歌听我聊天的人，那肯定就是铁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几万人全是铁粉，我很开心啊。我以为只有100个人。泪目了。如此再见，如果是最后一面，也是失眠后的分隔线。春天已开始落叶，七月里也会下雪。刚刚我错过的大雨，握不住的盛夏，飘过的云是你吗？一圈又一圈，我多像是路过你的风，忍不住落回你眼。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，有些远方让风代替我们抵达，没勇气说完的那句话，希望有人听过它，让你听见风缓缓的缓缓摇曳，时光卷起回忆慢慢重叠，让风听我说那句告别，在这个落叶像雪的季节。刚刚我错过的大雨，握不住的盛夏，一片的云是你吗？一圈又一圈，我多像是路过你的风，忍不住落回你眼中。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，有些远方让风代替我们抵达，没勇气说完的那句话，希望有人听过他。哎，我的福袋在哪儿啊？在这儿，我给大家抽礼物啊。刚刚呢，我们把手机送出去了，对，送的是手机啊，不是抖币。现在我们要给大家继续抽福袋啦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一共多少人中呢？我想一下，搞个100个人中。